神。横撇分成两笔书写，横和撇。竖画用垂露竖，起笔要轻点，不要超过横的收笔的地方。竖在横画的下方，横折顿一下，往左下方斜行笔。注意，我们看一下这两个竖有粗细长短变化，中间这个竖可以用悬针竖，在日子的中间要长一点，高低要错位，行。第一个撇短，第二个撇长一点。竖画起比较轻，横第一横短一点，第二横要长一点。竖钩要垂直，勾上去，高低要错位，长短要变化。注意，匪横不要写太长，竖画要垂直。右边的竖画要略高一点，这个横不要写太长。我们最后写这个长一点的横画。这个字的横间距基本相等，竖第一横要短，口要宽扁。这个竖画在中间的位置，要写的垂直，撇起笔在横一竖交叉点的位置，才能反捺，不要写太长。点高于这个口，在它点的正下方提按，向左，捺笔，然后向右下方斜行笔，包住上方，横间距基本相等。